该是耍太白眼的时候了。哈哈哈哈，但白老兄照顾我们这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们似乎应该分道扬镳了。啊，是啊是啊，我们是该各走各的了。我要入洞窟，你们却该走向阴曹地府。九转归元境。哇，这个这么高，不是这么炫炮的太极拳法。白羊什么时候功夫变这么好？受过孟永家的恩情，竟敢做出这么不啊，这个字我没念，不逆之事。你们绕来绕去假正经，看起来也不像是慕容家的亲戚，多半是贼人被锁在冰窟中。好白羊，什么时候变成了慕容的后人啊？护法你，慕容家也是我们阎王门的死敌，属下怎敢投他们？好啊，九月山庄一段是阎王们演的戏，魏无心知道明抢不成，知道我迟早会来找宝藏，就按个救命恩人连到这。本门给你的任务是跟着小玉儿，怎知你也想独吞夜南天宝藏，竟然一路上都不做暗计。要不是我知道你贼心自厌，死盯着你们，只怕漏了足迹。本门交代，不得寻夜南天秘宝，这任务是你下的。谁不知道你想练神功报复仇，连占领九秀山庄的命令都不顾，只为了赢得小月的信任，骗他带你来取宝。好心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们这批攻占九秀山庄的人，一定每个人都想到火焰丸那参悟一本，我只好让你们全部求人得人，早点见阎王。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杀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魏兄魏谋大业可是六亲不认，只要保护关头，给想办法脱身。哪像你好本事，那慕容九恨你牙痒痒的，竟然用钱封死在冰窟中。好说好说，我想一定有更多人想宰了你，再把尸体丢到茅坑里。只要人一多，场面一乱，就有机会逃走。鬼小子，哪里走？啊！两个人都逃不了，不如一个人独活，把铁线压着做人质。内有暗战，只怕事情不单纯。怎么样？我自愿当先锋开路，遇到危险我先死。要是得到宝藏，先进城给你。想趁机开溜？在恶人谷都不吃这一套。就像你这位姑娘压给我当人质，我也先宰了你这个鬼灵精。哎，被你看穿了，宝藏的秘密在这。铁线，快倒下！宝藏的秘密被这个人抢走了。不在我身上。这白衣服的已是死款，另外两个人倒地，秘密当然在你身上。哼，鬼小子，走得了吗？哦，帅！前辈饶命！魏无心，这下可有苦头吃啊！小玉儿，你好聪明哦，这也没什么了。惭愧惭愧，刚才还想压着铁线自己逃走嘞。快了，就春月楼的江湖言谈，极不明的武林高手，这宝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杀气！以前我记得打他打得很辛苦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没有内力？啊，不对，我有秘技啊！九转腾挪，先不要打死他。用现在很强，什么东西啊？可以打他。
我想看他的招式耶，看一下，很普通，穿透力必死无疑。好了，我再买一件好不好？很烂哦，他不会什么招式，特别招式。晴天穿脚伞。迷踪步伐。实力快100了。住手！中计啊！叫别人住手，自己却要下手。来夺宝的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，等毁了人面战就被自讨苦吃。前辈，手下留情，放手。哼，手下留情的屁！要不是当年心软，眼睛就不会被人搞瞎。这老家伙是瞎子，可能惶恐多疑，想个法子试试。这个字不能念，念人都被黄标了。王八羔子被两个小鬼骗，还有白忙了一顿。啊，就是这两个小鬼，你们给我拿命来！杀人灭口啊！怎么回事？刚刚在洞中，他夺走武功秘籍，现在在我们身上再杀人灭口，那坐收好处，这叫死无对证。别听着挖耳挑拨，咱们是20几年的交情。猫头鹰，别厌我瞎子常被欺负，自然多疑了些。你先让我搜身一下。回禀府，想必你想如同宝藏，想借这个题目向我出手。谁不知你忙得严，对付我的最好时机，就是假搜身之名，一掌毙了我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两个20几年的朋友就为了还摸不到手的宝藏送命。燕伯伯啊，你可害人不浅啊，不出人骨就那这些豺狼虎豹的自相残杀。金陵三剑，神龙门人，唐门翻飞手。咦，猫头鹰灰蝙蝠两大恶人也扶住了，阁下何人？原来这两个老头叫猫头鹰和灰蝙蝠，这新来的家伙看起来算是正派，先探探虚实。在下就是宰猫头鹰和灰蝙蝠的人，反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刚出道的小鬼吗？某家便是两河十七镖局的联盟总镖头，气拔山河，铜拳铁掌，镇中州，造全海。我靠，你这个废物名号这么多！我的天！郑州都听起来挺威风的，不过赵总镖头，我瞧你身形步伐功夫并没有比这两只会飞的禽兽好到哪里去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比不上。小姑娘，你可是亲眼见到这小子弄死这两个人？也算是吧。那这位前辈，唬住啊，可以旁问消息了。哎，别叫我前辈，叫我小玉儿就好。另外我有个疑问，赵镖头也是来找宝藏的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？这还要问？当然是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藏宝图。不可能，藏宝图应该是我那一份。慢，是有蹊跷，大家不觉得奇怪吗？这藏宝地点我知你知，地上那群尸体也知道，这还算秘密吗？若藏宝图仅有一份，何以相残至此？你说的有理。我们暂时都别争了，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别被人用计谋蒙骗了。我也同意，等真正见到宝藏再决定怎么办。我跟着你们一起走。那我可以操控他吗？好，这迷宫太多了吧，我讨厌那么大的迷宫。哎，这边到底了是不是？到底了。为什么每一张地图都要一个这个金石啊，吓死人了！九龙生活照，这个很重要。
赵镖头，这两位光头和尚是谁？引荐一下吧。别这么失礼，其中一位可是堂堂少林罗汉堂所作释慧烟，定位是五台山金密寺的黄鸡大师。两位大师都是佛门受戒之人，不是罪戒贪嗔痴三毒吗？他们正在比拼能力，一不专心就会两败俱伤。小玉儿，你还是别插手的好。夺宝为贪，比武相斗为真，要是不幸伤人还犯杀戒，更可悲的是到头来发现是一场骗局，才会想起现在的愚痴，还求解脱吗？哈哈，还是当过几年和尚，这些佛门常规总算教过我。善哉善哉，这位施主宅心仁厚，破除痴迷，老衲见笑。他没有捐什么东西，叫他小玉儿就好。阿弥陀佛，布施智慧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也算是个算得上是法师，功德无量。小玉儿又做一件好事哦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？于施主刚才提到的骗局是怎么一回事？愿闻其详。两位前辈，乾隆在下说明，这藏宝地点包含我们地上的尸首都知道，都是从各种来路得到的藏宝图。这藏宝图这么多份，导致各门派互相杀伐仇恨，大师不觉有意。你说的有理，那不是 把我刚刚讲的话炫学炫慢，把我的风头抢走了吗？我们应该休兵，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等真正建造了宝藏再决定怎么办。我也同意，如果我们刚刚到此之后就没有通路，是不是藏宝图有误，还是我们真的被骗，白忙了一场？不忙，我想这里一定有什么机关暗门之类，待我调查一番。地门打开了，我们快进去看看。哦，这边继续很长。衡阳地势，听说峨眉后山中有禁处之地，不会是峨眉派历代掌门处灵之所？莫非就是这里？当真是这里？你我应该快快退出才是，免得放了武林大忌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快点离开，结束这一场风波。也难怪铁丝狼思路奔走千里，竟然是一场闹剧。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且慢，基于尊敬王者的心理，天下还有比棺材更好的藏宝之处吗？没错，我一路从河东历经艰辛，过关斩将过来，就算真没有宝藏，也想要确认一下，不然我无法安心离开。我也想，还是算了。且心想说算了，其实还想确认一下吧。拖拖拉拉不是办法，我来开眼，找不到马上走人。何方团苦，竟敢上传本门圣地？上传圣地，罪必当诛，还问他们来历做什么？莫非是神奇道长？道长不是得五台山黄某了吗？圣体之中，不谈就义。不是啊，你谈我干嘛？我没有要开啊。我是无辜的。绝唱大力图也会哦，他就只好记他的那个资料夹，把那个地那个音乐替代掉了。再拖一次。我没有要开，你打我做啥？真的啊，被宝藏迷了心嘛，基于人的贪念都会这样子，都会一定想开起来确认。
哈哈哈，你们峨眉派致命不凡，却不过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糊涂虫罢了。你说啥子？我请问问，就算咱们上传了禁地，柴太一下子就打算离开了，怎么可能好死不死给你们栽赃道？难道你们道行高深，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？峨眉山岂能外人来去自如？有人闯入后山，本派焉有不知之理？只怕咱们未来之前已经有人告密了，是吗？这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？难道你们想都不想？没错，这一定是告密的预谋的圈套，好叫你我互相火拼。休得多言，真有什么圈套，先给我清下再说。不是，你听不懂人话、哦。只能按。招式不能取消了。他刚说骂脏话，他刚是骂脏话，我听到了哦，你说骂脏话。你们全体攻击哦，原因进展。好，学到峨眉剑法。火折子，快给我火折子！别推，哎呦，谁拿剑刺中我？阿弥陀佛，请大家暂时休兵，无论谁是谁非，总不要误伤了人。我佛慈悲。你们这些混账东西，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？遇到突发状况乱了手脚，都先给我不要动，拿个给我去拿掌灯来。啊，花无缺来了。你看到花无缺的脸红。你们两个什么东西？刚才就是你们搅的鬼。给我退下，你看不出人家功夫比你强太多吗？两位濒临此处，你们还没做出什么犯贱的事，请速离开，不送。小女子想暂借贵派燕南天宝藏一用，以慰娘亲思念之意，还望道长肯允。燕南天的宝藏？我们这与燕南天素无瓜葛，有什么屁宝藏？你们这些人该不会借过来找茬吧？你们才算算吧，我为什么要偷学？只不过想暂借一阵子。被你借去，谁知道会不会上写一份？欠打！别欺人太甚，看招！小生花无缺，道长请恕弟子无礼。但若非你对女孩子家出手，弟子万万不敢干涉的。这莫非就是移花接玉？老和尚，亏你还有点眼力。小仙女又知道了，阿珍是不打不相识，被这白面小子欺负过，才晓得人家厉害。好帅，叫花无缺是吗？哦，铁线这是什么德行？小白脸不过会一些扭扭捏捏的功夫，有必要这么陶醉吗？好，连隐居多年的移花宫都派传人欺上门来，看来峨眉的威名就要葬送到我手里了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想必大家都为了什么燕南天的宝藏而来的。黄大师，师父，这一定是一个圈套，你我都被骗，互相残杀，正顺着贼人奸计。我说这话时你偏不信，如今你自己说出来，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？要是燕南天的武学秘籍在此，老道还会输小花无缺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装模作样，故意说给花无缺？我费了这么多功夫才跟到这里，就这样走，我不甘心。还望道长海涵，让我们查验事情。谁想看灵处，都给空狗贼管。这恐怕除了少林慧眼大师与秀玉谷的移花宫花公子，恐怕也没人奈我何。要是两位真狐狸动手，本派弟子只好今日死尽死绝。老衲惭愧，尽犯佛门戒律，早已不敢妄想，只希望调出各位放下刀柄，辨明真相。道长误会，本宫多年未与江湖行走，礼数多已生疏，除了方才不得已冒犯，实在从未妄图什么宝藏。我只是途经此处，恰巧遇到张姑娘，随她来瞧瞧上江湖上有什么新鲜事而已。你这样说起来还真是贫道误会，失敬失敬。
大家想想，这长跑之事必属子虚，希冀大家化干戈为玉帛，从此再以休提。我佛慈悲，老衲愿为见证。善哉善哉，吾等必当如是。我也愿意遵从少侠意见。我没意见。我也愿意听花公子的话。我也愿意听花公子的话。什么东西，我刚刚讲了半天没人鸟我，娘娘腔放狗屁就有人闻。小时候蒙昧你说我移花公子仇人，我本来还怀疑，现在就花无缺这种错架子，这种调调，不管是不是仇人，看着讨厌。您看又打不过，这种正直的人又很难陷害，可恶可恶可恶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前天有大兵阎王门人闯入，带头的这种护法魏无心说要本门归顺，不然就夷为平地。好家伙，我们真的中计了，众弟子听令随我至钱塘支援，众位失陪了。老衲深感罪悔，愿助一臂之力。若此事是阎王门所致，我自然不能轻饶。所言极是，我也去。江湖中若有不平事，移花宫也该烧尽心力。小玉儿，你千万别有喝臭血的仇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我们去找魏无心讨回刚刚被欺负的公道。找魏无心报仇？我看你巴不得跟着花无缺的脚印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见异思迁、水性杨花的女人不会懂报仇。我在你心里只值这几个字。喂，你敢赏我一巴掌就跑掉？人家张鑫都知道我喝了我错血要还，铁线上欠我这么多，不要让他在后山乱走，失足坠崖，那我就连还钱的本钱都讨不还了。剑剑剑！追不到。这样还追不到他。藏珠，我没爱过花无缺，我只是一时间单纯被他的身材吸引，就像我第一次瞧见小仙女，我不信没有这种经验过。对啊，我第一次瞧见张青的确是有点心动。别哭了，我只是见到英俊男人就昏头的花痴，配不上绝顶聪明的小魔头。有话好说，要是说配得上，说着他就一辈子咬着你；要是说配不上，只怕要跳下崖。刚刚是我说话说的重些，这个燕南天宝藏是假的，那就表示还有真的可以找，咱们一起结伴同行不是很好？你是不是在为我吃花无缺的醋？花无缺算什么东西，我再怎么样也不用吃他的醋。我都要死了，你也不承认认为我吃醋，恩的来生再报。别做傻事。没想到我一世英名竟死在蠢女孩的手上。是我害了你。姑娘，别轻生。都是你，都是你。你为什么不还手？为什么不用移花接玉一掌毙了我？有什么委屈我可以帮忙，要是在下真做了什么被修理是心甘情愿，就算是无理取闹，看你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连安慰都来不及了，又怎肯欺负你呢？他要是有一半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靠，马上都忘记了。
气死我了！疯子，女人全都是疯子，为了一句话要呕掉一条命。这次祖宗保佑，留着我一口气，下次小命已经断送在女人手里。好、啊，见鬼见鬼！唯一的出入口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绳子。王八蛋嘞！我以为那时候为什么弄断绳子？我已经这妞长大一定很不错，我干嘛答应这小妞？这下子没将南阳交给魏无心，他要是知道，一定觉得我很不守信用。还是我自己最蠢，魏青连张青都相过，铁青奶差一点到手，要是突然死在这，就太划不来了。都是因为花无缺这个浪花，到处张风引定，迷惑无知少女的心，已经造成不可数量的怨火，他的德性脱俗，要将他凌迟处死，为普天下的旷男讨还公道。哎呦，人家连仇家将亲的面都还没见到，就这样死得不划算，老天也不公平啊！要是还有天意的话，就给我一点提示吧。哈、啊，真好笑，这就是提示吗？莫非有齐天大圣会加筋斗云来救人？慢着慢着，我脑袋昏了吗？我想通了，猴儿的个性最痞，喜欢献宝。动了正有些猴儿，若是将这三大宝箱分批拿到洞口，撒给猴群，他们一定会拿给邻近的猴子看。只要不小心有一个人看到来找，就会知道一人之力不可为，就找第二个人帮忙。只要两个人知道，马上就会四个、八个乃至百人知道来争夺，总会有人弄到一根绳子救我出去。OK， 所以要分批了。哦，想起来了。好，第一批宝箱。好，第二箱宝藏。好，去拿第三个了。好，第三个宝箱。那你们这些贪婪的豺狼虎豹自相残杀，那些安分守己的良民才不会被欺负。我可在做大大的功德，老天有眼，就快弄个人来救我。宝藏都撒光了，来的人不知道是什么货色，要是看不到钱财，多半一怒之下就拿我出气，得想个办法蒙混过去，先出了这死穴再说。好险不是凶神恶煞。哇，我天生放桃花。萧大姑娘，十余年前偷了师父抽我的酬金，本利都不跟你计较，但那一部武功秘籍还望赐还，不然咱们上去不好交代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位壮士，请救命！天降美人，外加四个凶神恶煞，事情你不单纯，试试你本领。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牧童，前两天牧羊时贪玩跌下崖，还请姐姐相救。七煞王骨，来，这是五个秘籍，拿着就能学会。你骗谁啊？好的鬼婆娘，把烫手少女丢到我手上，我和她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子，既然你看到咱们的事，不管你有没有拿武功秘籍，都是要死的。别啰嗦，快宰这些小子，向小丫头讨营养去。师傅不是说过不要钱的吗？说你蠢还是蠢，入门十年脑袋和粪桶一样。师傅说不要，咱们讨了就是咱们的，别这么白花花的营养过不去。当年想用指头碰一下小丫头一下，手指要被师傅剁掉。现在他姿色风韵更胜往儿身上模样，嘿嘿嘿，老大都没下手，还轮得到你？当然当然，我先把他架弄好了，再请老大享用。我靠，女的都不是好人，男的更不好，好不到哪里去，看我怎么弄你们！各位大爷，你们怎知这本就是你们要的书？还是先确定再取我性命吧。没错，应该先确认了再伤人命。不要，糟了道，不能动了。
只不过在书上撒点涂胶叫米粉，你们江湖历练你们也太浅了，那样子这老四还有点心肠，我可以饶你命。你们另外三双狗眼珠子亮得很，知道我好欺负，都知道下了狗眼这个词吧。乌阳门下士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哇，直接死光哦，被狗脚流血撞死啊！我跟你们说好玩的，你们还没有带绳索。说呀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我看这婆娘不是普通角色，逃命的方法多半要从她身上摸索。所以我可以拿到这个司长的目标中毒。OK， 好。我担心死你了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不识字，命锦囊还给你。不用不用，书证有缘人，反正也不是我的。你是怎么逃出他们魔掌的？我刚闻到姐姐的香味，头一昏就倒地，再醒来他们几个坏人都已经口角流血翻白眼倒地，一定是我平日烧香拜佛天神保佑。倒是姐姐问个疑问，我在这被困了一阵子，知道这唯一的生路就是用绳子离开，看看你自己烧了绳子，我只是个木头，见面不足喜。姐姐青春年华为什么要烧绳子自断生路？别提了，这上头是老妖怪魏无涯，他有办法让你死一百次就死不掉，与其被他弄得半死不活，还不如在这多活一时算一时。魏无涯，那岂不是魏无羡大仇人吗？这女的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仇人啊，姐姐是哪里惹到他？要是因为我怀疑这本书，那还他就好了，这世上应该没有那么不讲道理的人。你不知道，刚才他们门徒是俘虏自尽的，他们没犯大错尚且如此，我和老妖怪自认识起他十多年，还会不知道他的手段，一旦交出筹码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待在这里等死？你问我，你是男人耶，你就弄些老鼠猴屎给我撑几天总没问题吧。求生的路子应该在他身上，不能生气不能生气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就去弄。我叫小玉儿，你呢？妾身笑眯眯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应该以身相许才能报答恩情。姐姐这么漂亮，当我家媳妇刚好。可是我先声明啊，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，等你30岁的时候，我年纪也不小，到时候你一定会寂寞，有个小的伺候，你一定很高兴。这样我也很高兴。你倒是挺会做好人的，屠姑要你死还有杀气，萧姐姐却拐弯抹角套话，要把人一圈圈逼入死胡同自尽，杀人而不弄污自己的手。我好幸福啊，要是出了洞，阿娘知道我又熬到一个媳妇又要生几个白胖小子，她一定会宰头大肥羊，起街坊邻居打牙祭。姓萧的鬼丫头，除非你一辈子不上来。躲了十几年，看到亲人命毙于此，与其让他下来凌辱，你刚说对我有意思，我其实也很喜欢你，不如做一对苦命鸳鸯，一同跳崖自尽。没想到亲近自己性命还要托我陪葬，不如找上面老妖怪交涉，金额不出卖他，不然他如棒虎。真的，我配不上你。哦，要跳崖了。魏老妖徒我临死不受辱，就是他的面子薄，我害死他徒弟又出卖二婆娘，肖咪咪一定反咬一口挑拨两句，到时候我小命也不保，两头都是死，不如死在女人怀中，萧姑娘可能有千分之一感动也说不定。好，好，老子数到三，你若还不上来，等我捉到死，担保要你受十天十夜的活罪。若那你少说一刻，老子就不是人。哦，是笑眯眯的。没想到吧？我愿做你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，又英俊又潇洒。应该不算辱没你了，来生相见，你可要好好疼我。咦，这一生几乎每次的多，真心爱我的少，宁愿牺牲大好前程伴姐姐同父黄泉，我这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放轻松点，你搂这么紧，姐姐呼吸不顺，死的时候要多口气或少口气，变僵尸定要死缠着你。你是我最后的回忆，又香又软，一生能抱几次，抱个紧些，下辈子才不会忘记，再续前缘。三，准备好了吗？
像个狼子汉，脚别抖了。哈哈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突然觉得好轻松，不必再找江警报复仇，未尽的约定，反正我已经守不住了，不用再勾心斗角，不用害人，也不用不怕被害。要是现在抱着铁线一起死，一切都太晚了，来不及向你说我喜欢你。好可爱，你死起来像姐姐告白，就这样让你死，老天要骂我负心的。萧姐姐怎么不见了？喂，你别跟我玩捉迷藏啊！狐狸精不见是很好，但万一这山谷像那问题般，你可能在孤零零的困死会寂寞呀。哎，有点想念大姐的妹身。